游客来到巴东品江鲜也是不能错过的体验。到哪里才能吃到新鲜的江鱼呢？王玉梅经营了一家鱼家乐，在他这里就可以品尝到新鲜的江鱼。游客来了之后，随时都可以吃到长江里面新鲜的鱼，长江鱼。哦，那您这有些什么样的鱼啊？这里有草鱼、鳊鱼，还有鲤鱼。哦，品种还挺多的。哎哎，对。哎，这个就是草鱼，您刚刚说的。哎，这个是草鱼。哦，这个一般就是做铁板。哦，铁板草鱼。哎。草鱼切刀，热油烹炸。洋葱垫底儿，浇上浇汁儿。铁板草鱼外焦里嫩，滋味隽永。刁子鱼拌匀葱姜，过油清炸。花椒炒香，干煸刁子鱼色香味俱全。鳊鱼最好清蒸，快刀切段，加葱姜酱油，蒸好后淋上热油，寻常的清蒸鳊鱼也别有滋味。最后上桌的自然是鲢鱼火锅，热气腾腾，气势不凡。由此压轴大戏，一场江鲜美宴才算曲终奏雅。我们经常来吃，他们这个鱼做的真的很好吃，很好吃。这个肉蛮嫩嘛，主要是清蒸出来，看着这个样子，这个颜色也都还蛮漂亮，蛮好看，感觉就想吃嘛。